这娘们儿不像好人啊，就是故意让你看见的。这个红烧肉才是我的呀，媳妇儿，你选一个吧。又选呐？那我选我跟前这个大的这个。那你选完就不能后悔了？你以为我像你似的玩不起呀？你别说，妈呀，有鸡腿儿！你咋有鸡腿呢？我哪知道啊？你做的饭、啊？我看看我这个。哎，别玩累啊、哦！选好了的，别后悔啊、哦！媳妇儿上当了。来，媳妇儿，今天这鸡蛋给你吃。谢谢老公。有人。哦，就你那半斤八两的，还敢和我玩套路？你别笑，到嘴的红烧肉可不能让你飞了。妈真香，哎呀！吃别人的红烧肉格外的香，造孽！空盘还给你，让你闻闻味。水来了，东西还在，我就放心了。吃的怎么？看着红烧肉的面子，引你一会儿。干啥呢？妈真香呀！吃的也太香了吧，我可不能因小失大。饺子蘸辣酱太好吃了，今天我是有口福了。妈真香啊。老公，这饺子蘸辣酱可香了。香你就多吃点，饺子我就不吃了，辣酱你给我多留点啊、哦。行。姐妹们，这辣酱真的太好吃了，你们拍了没有啊？烧姐妹都说好吃啊。平时她拌个米饭呢，拌个面条，吃个包子呀、肉类呀、饺子，当个蘸酱，炒个菜，夹个馍，不仅好吃还下饭。她是用香菇和剁椒大火炒着炒，吃来香而不腻，辣不燥。现场家搞活动。19.9块，到手整整一小箱10罐，还送咱们两个小盖子，吃完的盖子特别方便，在这地方再加10包香菇辣酱。趁着活动还在，需要家人们抓紧去拍吧。媳妇儿，你吃饱了吗？吃饱啊，我等的花都谢了。那你就吃呗。媳妇儿，今天实话告诉你吧，我这里边藏的是红烧肉。呀，我肉呢？有人？你这些红烧肉全吃了？没有啊，我肉呢？你把肉都吃了，一口都没给我留。我肉呢？你也太坑了！哦，啊？啥情况？选一个吧，这两个里面有好吃的，选哪个？选什么选呢？我就吃我眼前这个得了。儿子，你吃这个。我吃这个干啥呀？有好吃的，有好吃的，今天留给你儿媳妇吃吧。呀，鸡蛋呢？你这里面怎么有鸡蛋呢？那我怎么知道我你做的饭？哎，媳妇，你忘了啥规矩了？先选的先吃，后选的后吃。你别笑。你确定你吃这份了啊？嗯。你可别后悔。我要后悔，我是狗。死鸭子嘴硬。
啊，真香！哎呀，来、哎，你想咋的？我看看。等我吃完你再看。辣酱拌面条也太好吃了，咋吃都吃不够呢。你吃西瓜不吐籽儿啊？你咋管那么宽呢？跟你有啥关系啊？咱家这辣酱没有多少了，你多给我囤点儿。你自己囤呗。我让你干啥就干啥得了，说话不好使啊。姐妹们，这辣酱真的太好吃了，你们拍了没有啊？说姐妹都说好吃啊。平时呢，拌个米饭呐、啊，拌个面条，吃个包子呀、肉类、饺子，搭个蘸酱，炒个菜，夹个馍，不仅好吃还下饭。它是用香菇和剁椒大火炒制而成，吃来香而不腻，辣而不燥。现在厂家搞活动，19.9元到手整整一小箱10罐，还送咱们两个小盖子，吃完的盖上特别方便。在这记住再加10包香菇辣酱，趁着活动还在，希望家人们站起去拍吧。嗯，吃没吃饱？吃饱了，我今天非得看看我这里到底是啥。呀，有人，你搁哪整的烧鸡啊？我咋知道啊？我还想知道呢。嗯，啊，我明白了，这是妈给我的烧鸡，我吃。哎，我吃，我吃。人要脸是要皮，你他妈是没脸没皮你。这次被我逮得正着，看我今天咋收拾你。选一个吧，还选呢？啊，天天选烦不烦呢？我就选我跟前这个得了。你确定啊？有啥不确定的呀？那我可要吃了啊！你吃呗，谁堵你嘴了？啊！我看你吃啊！有啥好看的？我看一眼，快点的！有啥看的？你是不是玩不起？你先选的。哎呦我的妈！不敢套娘们。你给我等着，别以为我就能这样算了。瞧你那死出真来气！大后门咋起不来？这机会太难得了。你别笑，我看这你到底是啥玩意儿？我看一下。你算老几呀？我凭啥给你看呢？今天我就这样按住他，看你怎么搞小动作。这烧鸡是真香啊！我让你今天啥也吃不着。你就尽情的吃你的破面条吧，等你吃饱了我再吃烧鸡。有人。啊，真香。哎呀，我先把肉撕下来藏起来，要不然一会该被你发现了。你别笑。嗯，吃个破面条，你咋吃这么慢呢？那我不得细嚼慢咽呢。想吃烧鸡，你做梦去吧。嗯，啊，真香！哎呀，你吐我一身！你是咱家小孩子呀？你瞅你吃的磨磨当机呀，你不能擦擦呀？你少管我！你能不能把你的爪子拿去洗洗去？
你又想把我支走是不是啊？我才不去呢。这辣酱拌面条可好吃了，你尝尝啊。我才不吃你那狗剩呢，辣酱给我留点就行。姐妹们，这辣酱真的太好吃了，你们拍了没有啊？烧姐妹都说好吃啊。平时她拌个米饭呐、拌个面条，吃个包子呀、肉类、饺子，当蘸酱，炒个菜，炸个馍，不仅好吃还下饭。她是用香菇和剁椒大火炒制而成，吃来香而不腻，辣而不燥。现在厂家搞活动了，19.9元到手整整一小箱10罐，还送两个小盖子，吃完再盖上它，特别方便。在这就让再加10包香菇辣酱，趁着活动还在，需要家人们赶紧去拍吧。还是我的烧鸡香啊。今天呢，我可要翻身了。你往哪儿翻呢？你上炕都费劲翻身呢。往哪儿翻你不用管，我有烧鸡吃。这什么玩意儿？不知道。我烧鸡呢？你别笑，烧鸡在这儿呢。这用你干的好事是不是？我今天不是吓唬你，你赶紧还我烧鸡，要不然咱俩没完，你信不信？我这烧鸡我，你可是。玩手不要紧呢，我看你怎么管你。让你天天踹我，今天这两盘肉都是我的了。儿子鬼鬼祟祟的，肯定没干啥好事。一人一盘肉还不满足，那就别怪我这个当妈的了。这你别笑，一个盘里藏不下了，剩下的只好藏在儿子的盘里。能不能吃到肉就看儿子的本事了。娘，谁把我的肉一盘扣起来了呢？媳妇儿，我扣的，我这不还怕一会儿凉了吗？哎，媳妇儿，你先吃米饭呗，要不然一会儿米饭凉了，你吃胃该疼了。来，把我这份给你吃进去。你不吃啊？媳妇儿，我不咋饿，我吃点水果就行。先把媳妇稳住，红烧肉就全是我的了。老公，你尝尝米饭，今天可香了。我不饿呀，我不吃，媳妇儿，你吃吧。你吃一口尝尝。媳妇儿，我今天真不想吃，媳妇儿，你吃吧。哦，媳妇儿。那我就不客气了。啊，真香啊。香菇辣酱拌米饭咋吃都吃不够，这也太香了吧。真香啊。媳妇儿，这还有呢，这个也给你。哦，你怎么不吃啊？我确实是不咋饿今天。吃点饭可真费劲。媳妇儿，
这香菇辣酱拌米饭你造的挺香啊。哎呀妈，可香了老公，我能吃到这么香的米饭呢，得回你了老公。咱俩谁跟谁呀？姐妹们，这辣酱真的太好吃了，你们拍了没有啊？所有姐妹都说好吃，平时没啥，拌个米饭呢，拌个面条，搭配个包子、肉类、饺子，当个蘸酱，炒个菜，夹个馍，不仅好吃还下饭。它是用香菇和剁椒大火炒制而成，吃来香而不腻，辣不燥。现在厂家搞活动啊，19.9到手整整一小箱10罐啊，还送两个小盖子，吃完的盖子特别方便。在这记住再加10包香菇辣酱，趁着活动还在，需要家人们抓紧去拍吧。咱一起吃黄肉吧老公。我肉呢？是不是在你那儿呢？接下来就是见证奇迹的时刻。我炸呀，我肉呢？我问你呢，肉呢？我还想问你呢，肉呢？今天又把黄肉拿出来，还想没完。今天一人一个鸡腿，这样他俩就不会抢了。今天这两个鸡腿就全是我的了。你别笑。老公又想吃独食，看我怎么教训你。有人。儿子儿媳妇吃饭了，今儿给你们准备惊喜，选哪个吃哪个。惊喜呀、啊啊、鸡腿呀、啊、哪有鸡腿啊妈，你是不是糊涂了，赶紧走啊妈，快起来，这就是妈准备的惊喜、啊、媳妇别灰心，来，今天这个鸡蛋都给你吃。谢谢。就你还想和我斗。我看你这里是啥玩意儿？哎，这跟你没关系啊、哦！我看一眼，惊喜是不是在你这儿呢？你有什么看的？今天这两个大鸡腿必须是我的。这你别笑，妈真香！哎呀，走。今天哎，你就绑着盆，你别动它啊、哦！你动别动，只要能保住鸡腿，一切都是值得。这个辣酱拌面条好吃，今天我可得多吃点。咋这么香呢？没啥呀，应该是我盘里鸡腿的香味。你这都瞅啥呀？我瞅你咋的啊？有人。妈真香，哎呀，老公，这香菇辣酱拌的面条可好吃了，这些我都不吃了，都给你留着吃，行吗？算你有点良心。那你看咱俩。姐妹们，这辣酱真的太好吃了，你们拍了没有啊？烧姐妹都说好吃，平时用它拌个米饭呢，拌个面条，搭配个包子、肉类、饺子，当个蘸酱，炒个菜，夹个馍，不仅好吃还下饭。它是用香菇和剁椒大火炒制而成，吃来香而不腻，辣而不燥。现在厂家搞活动啊，19.9到手整整一小箱10罐啊，还送两个小盖子，吃完的盖子特别方便。在这基础上再加10包香菇辣酱，趁着活动还在，需要家人们赶紧去拍吧。
媳妇儿，吃饱了吗？吃饱了。你是不是好奇惊喜哪去了？我告诉你吧，惊喜在我这儿呢。有。这跟你说的惊喜呀、啊？这种惊喜不叫也罢呀。不对，是不是又你干的好事儿？你赶紧还我鸡腿，今天你快点的，我这好好的鸡腿我。你这是谁干的？这娘们儿不像好人呢、啊，就是故意让你看见的。这个红烧肉才是我的呀，媳妇儿，你选一个吧。又选呢？那我选跟前这个大的这个。那你选完就不能后悔了？你以为我像你似的玩不起啊？妈呀，有鸡腿！你咋有鸡腿呢？我哪知道啊？你做的饭、啊？我看看我这个。哎，别玩赖啊！选好了的，别后悔啊！媳妇上当了。来，媳妇儿，今天这鸡蛋给你吃。谢谢老公。一会儿。就你那点智商还敢和我斗，到嘴的红烧肉可不能让你飞了。啊，真香、哎、呀。吃别人的红烧肉就是香，等你。空盘还给你，让你闻闻味。水来了，东西还在，我就放心了。吃的怎么？看在红烧肉的面子，先饮你一会儿。干啥呢？可不能让你发现了。啊，真香！哎呀。吃的也太香了吧，我可不能因小失大。饺子蘸辣酱也太好吃了，今天我是有口福了。啊，真香啊。老公，这饺子蘸辣酱可香了。香你就多吃点，饺子我就不吃了，辣酱你给我多留点啊、哦。行。姐妹们，这辣酱真的太好吃了，你们拍了没有啊？烧姐妹都说好吃啊，平时她拌个米饭呢，拌个面条，吃个包子呀，肉类呀，饺子当个蘸酱，炒个菜夹个馍，不仅好吃还下饭。她是用香菇和剁椒大火炒着炒，吃来香而不腻，辣而不燥。现场家搞活动，19.9元，到手整整一小箱10挂，还送咱们两个小盖子，吃完的盖子特别方便。在这基础上再加10包香菇辣酱，趁着活动还在，需要家人们赶紧去拍吧。媳妇儿，你吃饱了吗？吃饱啊，我等的花都谢了。那你就吃呗。媳妇儿，今天实话告诉你吧，我这里边藏的是红烧肉。呀、啊，我肉呢？一会儿，你这些红烧肉全吃了？没有啊，我肉呢？嗯、你咋肉都吃了？一口都没给我留。我肉呢？一会儿，你太坑了。儿子一个鸡腿，儿媳妇一个鸡腿，儿子再一个鸡腿。哎呀，别分了，儿子都给你们鸡腿。妈，你这偏心眼偏心到家了吧？是不是太过分了？以前啥也不
咱一分钱不挣，有个吃就不错了，吃我儿子喝我儿子的。婆婆怎么能这样说话呢？远嫁的女人就是受气。哎呀，这一个鸡腿都是施舍给你的，你得懂得感恩。我告诉你，你别气得太甚。我还得欺负你了。喂，妈。啊？碳烤大公鸡？啊？那么大的？那行，那看你这就行。行啊，好嘞，妈。他俩要吃毒死。是我妈给你打的话，妈上哪儿去了？啊，妈打电话，说到遛弯去了。老公，哎，我这个鸡腿不吃了，都给你吃吧。媳妇儿，我突然间想起来了，我刚才吃过了，我现在还不咋饿呢。来，这份给你吃。你吃，老公，你吃吧。你看，让你吃你就吃得了。哎呀，那你是一家之主，我听你的。我吃，净整没用的，家家咕咕的，一会儿我得让妈补偿回来。嗯，平时不给就抢，今天给还不吃了，真是贱皮子。有真香啊。我倒要看看今天到底怎么个事。这鸡腿都给我吃了。妈咋还没回来呢？哎呀，那可能碰见隔壁的王叔了，去跳广场舞了吧。嗯，媳妇儿，来，把这份给你，你多吃点，你正长身体呢。你可不吃啊？我不吃。媳妇儿不会耍啥花样吧？这么久了咋还没回来？先静观其变吧。真香啊。我咋越心思越不对呢？媳妇儿，你妈打个电话呗，问问她到哪儿了，咋还没回来呢？哎呀，一会儿就回来了，急啥呀？这不天快黑了吗？我这不有点惦记吗？让你出去找找啊。先吃个萝卜是顺气，我就不信妈不回来。老公，这辣酱拌着米饭可香了，你快吃一口，要不然我都吃了。那你就都吃了呗。姐妹们，这辣酱真的太好吃了，你们拍了没有啊？烧姐妹都说好吃啊。平时平时拌个米饭呢，拌个面条，吃个包子呀，肉类饺子，当个蘸酱，炒个菜，夹个馍，不仅好吃还下饭。它是用香菇和剁椒大火炒制而成的，吃来香而不腻，辣不燥。现在厂家搞活动，19.99，到手整整一小箱10罐，还送咱们两个小盖子，吃完了盖呢特别方便。在这基础上再加10包香菇辣酱，趁着活动还在，需要家人们抓紧去拍吧。这路上这车堵的，你说，哎妈呀，我盼星星盼月亮，终于给你盼回来了。这么轻呢？这就是你说的碳烤大公鸡呀？这不是鸡身上的吗？你俩这不在这玩我呢吗？就耍你了咋的吧？你出什么你？让你天天踹我，今天这两盘肉都是我的了。儿子鬼鬼祟祟的，肯定没干啥好事。一人一盘肉还不满足，那就别怪我这个当妈的了。这你别笑。一个盘里藏不下了，剩下的只好藏在儿子的盘里。
有人。能不能吃到肉就看儿子的本事了。娘，谁把我的肉又跑着扣起来了呢？媳妇儿，我扣的，我这不还怕一会儿凉了吗？哎，媳妇儿，你先吃米饭呗，要不然一会儿米饭凉了，你吃胃该疼了。来，把我这份给你吃，今天。你不吃啊？媳妇儿，我不咋饿，我吃点水果就行。先把媳妇儿稳住，红烧肉就全是我的了。老公，你尝尝米饭，今天可香了。我不饿呀，我不吃，媳妇儿，你吃吧。你吃一口尝尝。媳妇儿，我今天真不想吃，媳妇儿，你吃吧。哦，媳妇儿。那我就不客气了。啊，真香啊。有人。香菇辣酱拌米饭咋吃都吃不够，这也太香了吧。啊，真香啊。媳妇儿，这还有呢，这个也给你。哦，你咋都不吃啊？我确实是不咋饿今天。好吃吗？吃点饭可真费劲。媳妇儿，这香菇辣酱拌米饭你造的挺香啊。哎呀妈，可香了老公，我能吃到这么香的米饭呢，得回你了老公。咱俩谁跟谁呀？姐妹们，这辣酱真的太好吃了，你们拍了没有啊？烧姐妹都说好吃，平时没啥，拌个米饭呢，拌个面条，搭配个包子、肉类、饺子，当个蘸酱，炒个菜，夹个馍，不仅好吃还下饭。它是用香菇和剁椒大火炒制而成，吃来香而不腻，辣不燥。现在厂家搞活动啊，19.9到手整整一小箱10罐啊，还送两个小盖子，吃完的盖子特别方便。在这记住再加10包香菇辣酱，趁着活动还在，需要家人们抓紧去拍吧。吃红烧肉吧，老公。我肉呢？是不是在你那儿呢？接下来就是见证奇迹的时刻。我炸呀！我肉呢？我问你呢？肉呢？我还想问你呢？肉呢？今天又把红肉拿出来，咱也没完。老妈在搞什么鬼？我得盯着点。儿子儿媳妇吃饭了。儿子，你吃这个。妈，我听你的，一回我都没对过，整这么多，拿我当猪养啊？哎，妈，好心好意给你做的鸡腿饭，你咋还不领情呢？鸡骨饭还差不多，给你，你吃吧，你可劲造这回。儿子，你可别后悔啊！我要后悔，你俩就叫我小名儿。咋的，狗蛋？闭嘴吧你！儿媳妇，等会儿再吃，推热。啊，行。这娘俩总是和起火来争我，今天要不是我看见就上当了。你干啥呀？你是不是要吃独食？你给我留点儿。
妈真香，哎呀！你那不有吗？你不知道，这叫吃着碗里，惦记着锅里。你还别说，这个鹌鹑蛋挺好吃的。你别笑，这个人也太自私了。果然自己还留了一手。有人想啥？我买不少呢，留着我一会儿看动画片吃。你还怪会吃的呢，来给姐妹们，咱们再也不要去买那种19.9到手40颗50颗的鹌鹑蛋了，看看真梦好娘的鹌鹑蛋都卷到什么价格了，19.9到手整整那个80颗啊，而且呢每一个它都是这种独立包装的，它有5种口味，有盐焗的、五香的、蜜汁的、香辣的，还有泡椒的，5种口味都好吃啊，而且呢是个头是又大又饱满 QQ 弹弹的，而且每一个都是这种低脂肪高蛋白的健康食物，蛋白 Q 弹，蛋黄呢是沙沙的，很细腻，吃着一点也不噎口，咱们老人小孩呢都可以放心的去吃啊。平时说上个班啊、上个学啊、出个差、旅个行啊，饿了或者当个追剧的小零食，那都相当可以的。关键是价格也很合适啊，19.9到手整整这80颗的，每一个都是这种独立包装的。趁着活动还在，需要家们抓紧去拍吧。你直勾瞅我干啥呀？你咋不吃你这鸡骨头饭呢？来，我帮你。我用你。如果不是亲眼所见，我是万万不敢相信。这也太过分了吧！还是放下着我。我帮你尝尝。不用你尝了。尝了又你尝，你啥都想尝的，太贵了呢。公平起见，一人一份，这样老公就不会抢我的了。你别笑。这就呀，老公，你干嘛扯的后手肉啊？这是我的，今天自己吃自己的啊！不行动！你咋这么膈应人呢？我尝尝能咋的呀？你别笑！不行动啊！我去取东西。我就动，看你能咋的。哦，还好我早有准备，到嘴的红烧肉可不能让你飞了。这红烧肉看着都香，就别说吃了。等你。这抹上点辣酱老好吃了。你跟咱整饺子呀？哎，咱俩吵架呢，你忘了？今天自己吃自己的。我又吃能咋的？你把皮的肉拿出来，咱俩一起吃。你配吃我的肉啊？这是我的辣酱，自己酒酱给我放这儿。啊，真香！哎呀，那换着吃呗。不是你是不是觉得我虎呢？啊，有饺子不吃，我挣点破馒头，我有病啊！自己还挺知道的呢。
我这饺子蘸辣酱可香了，那馒头加辣酱好吃吗？好吃啊。好吃也没有我这饺子好吃，一会儿我还得蘸肉吃呢，气死你。你吃个屁吧，想得美。姐妹们，这辣酱真的太好吃了，你们拍了没有啊？所有姐妹都说好吃，平时她拌个米饭呢，拌个面条，吃个包子呀，肉类饺子当个蘸酱，炒个菜夹个馍，不仅好吃还下饭。它是用香菇和剁椒大火炒制而成的，吃来香而不腻，辣而不燥。现在厂家搞活动哦，19.9到手整整一小箱10块，还送咱们两个小盖子，吃完的盖子特别方便。在这基础上再加10包香菇辣酱，趁着活动在，需要家人们抓紧去拍吧。媳妇，你吃饱了吗？吃饱了。你吃饱了，我可吃我的红烧肉了。吃呗。呀，我肉呢？夹馒头吃了。好啊，你整个馒头原来是障眼法，是不是？糊弄我呢？我不和你姐用什么办法，把我的肉还给我，要不然咱俩没完今天。我还不……没完就没完，你是不是下当了呀？谁怕谁呀？今天就治治老公吃独食的毛病。你别笑，这两个选一个吧。选一个啊？今天哪个我也不想选，我没有胃口，我就吃点西瓜得了。你不爱吃面条吗？你咋不吃了呢？没胃口啊，天太热了，我就吃点西瓜吧。那我吃了啊。我有鸡腿，谁还稀罕吃你的面条啊？你不好奇这里是啥吗？我不好奇。香菇辣酱拌面条老好吃了，今天终于能消停的吃顿饭了。等老婆吃饱了，我就可以放心吃我的鸡腿了。啊，真香！哎呀。我不吃，那我可不给你留了，我全吃了。哎，你快吃吧，我都等不及要吃我的鸡腿了。老公，辣酱拌面条可香了，香，媳妇儿你多吃点啊。香，姐妹们，这辣酱真的太好吃了，你们拍了没有啊？所有姐妹都说好吃啊。平时她拌个米饭呢，拌个面条，搭配个包子、肉类、饺子，当个蘸酱，炒个菜，夹个馍，不仅好吃还下饭。它是用香菇和剁椒大火炒制而成，吃来香而不腻，辣而不燥。现在厂家搞活动，19.9到手整整一小箱10罐啊，还送两个小盖子，吃完再盖上它，特别方便。在这就能再加10包香菇辣酱，
趁着活动还在，需要家人们抓紧去拍吧。媳妇儿，你吃饱了吗？吃饱啊。终于轮到我们。你咋有鸡腿呢？我咋就不能有鸡腿啊？有人，你这个鸡腿是我的。啥你的呀？我的。你这是纯纯的大烟酒啊！干啥呢你？啥也没干呢，这不等你吃饭呢吗？几点了，饭还没做好啊？等着，马上了。差点被发现，这要是知道我藏这些私房钱，我就废了。你别笑，吓死我了。来，吃饭。干啥呢？那咋上来就抢啊？吃饭嘛。你别太过分，我告诉你，你咋天天吃饭整这出呢？跟谁俩学的呀？撒手啊，给我，那我也吃饭呢。我吃。抢啥呀？我儿子上一天班了，给我儿子吃就不行啊？这个抢，你瞅瞅。哎呀，我吃啥？你吃空气。有人，给你喝点这个得了。钱到手了。让你吃独食，一会我和妈出去吃大餐。这饺子蘸辣酱可真香啊！我告诉你啊，你别得了便宜还卖乖，切个签儿你瞅。姐妹们，这辣酱真的太好吃了，你们拍了没有啊？所有姐妹都说好吃啊！平时遇到拌个米饭呢，拌个面条，吃个包子呀，肉类、饺子，当个蘸酱，炒个菜，夹个馍，不仅好吃还下饭。它是用香菇和剁椒大火炒制而成的，吃来香而不腻，辣而不燥。现在厂家搞活动，19.9到手整整一小箱十罐啊，还送咱们两个小盖子，吃完了盖上它，特别方便。在这基础上再加十包香菇辣酱，趁着活动还在，需要家人们抓紧去拍吧。哎，你慢慢吃吧，吃完饭你就把这些东西放着，待会我回来收拾。我跟妈俩出去啊，溜达溜达去啊。嗯，走，妈咱溜达溜达去。妈，香不香？香。来，放。吃。哎呦我的妈！我钱怎么少了呢？